听过哲理几多自豪为人生吗？努力寻觅答案，为着谁而追赶？越混沌越想得太多，错过了某些假设比不过，明白时间已不等我。看见那痛心的循环不息，仍难喘息，我迷失的在祈祷中做神的小角色。清醒得怕睁开眼睛，不敢想那天可以道破生命。繁文俗世若然是过程，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，谁会斗胆说几多天活着无遗憾？谁未曾被困？谁人未曾怒愤？谁也都可以轻轻的转身，全呼吸感觉再次诞生，来再一次抱紧。人如星光随着万物寻觅中运行，睁开眼，请惊叹，万物正在共生，在美丽呼喊、听过教诲几多遍才是成长吗？努力寻着应对，现实从来不优雅。再看见那痛苦的凝望自己，循环不息，暗淡之中，在泥土中做何光的角色？不清楚怎么可觉醒，不急于那天可以生命。繁华乱世一件事见证，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，谁会斗胆说几多天活着无遗憾？谁未曾被困？谁人未曾怒愤？谁也都可以轻轻的转身，谁呼吸感觉再次诞生，来再一次抱紧。人如星光随着万物寻觅中运行，请惊叹，好惊叹的，谁还未来声音，谁还未来庆幸，而我斗胆说几多天活着仍疑问。谁未曾抱紧？谁人未曾热吻？谁也都可以谦卑转身。那一秒诞生到这一秒发生，人如星光随着万物寻觅中。才是人生吗？这问题没错对，但愿成全这一世，这身躯。